基本上你就是像人家的 Michael Jordan 或是 Kobe Bryant 这样的受欢迎。所以他在打球场上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哎，这球是我要处理呢，还是要传给自己？失误了，前面发生失误，李佳瑞跑在前面，倒转。其他球员队内的良性竞争啊，对到好的选手打成的三分球，是吧？哎呀，哇，两边在躲避球，打成在传给高国豪，一个精彩的背后传球，帮助奥斯卡，这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出手，打成把球抄掉，前面有收回机会吗？打成。平安的欧洲步，Dawson盖了火锅，塔比自己快攻，塔比也中。